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视频。在我们南方，每到清明节的时候都会用一种草来做糍粑，就是清明糍粑。这种草是什么草呢？就是我脚下的这一种，就是这种草，开的是黄花，就是用这种草来做糍粑。拿了半个小时，得了那么多，也差不多了。这里做糍粑也够了。哇，对呀，放得多。你呢？你去逛就差不多了。